来，《三毛实测》第一集，《三毛实测》第一集，有人说先买左边，右边会变便宜，文蝶，那我就慢慢看好不好？左边买下去。我要成为纵横四海、称霸江湖的一代大侠。人家是这样说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反正我就先氪金嘛，实测第一集，我觉得我到时候也想要拍这个系列。实测第一集，回报到刷了，快退款，就补差价吧，不可能吧，就差价啊，小米加油。锵锵，买下去。我要成为纵横四海、称霸江湖的一代大侠。右边变400，但是变便宜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很神奇 ？Surprise！ 变便宜了。那是差价吧？变便宜。My card 会比较便宜，但是就没补米钻。对啦，其实就是大家也是觉得哦啊变便宜了，反正就是差了50钻的差别，就这样子而已了。好啦，如果你们差那50钻，想要去买个马古啊，买一个查姆啊，想买个米克夏，可以了。又可以多拿一张电子发票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刷两次，我有两个电子发票 ，OK， 爽。来，三毛实测第一集结束了，通关文牒，先买左边，再买右边。一杯饮料钱。会变便宜，好吧，这个先领啊。实测结束，欢迎大家去买这个通关文牒。如果想省钱，先买左边，再买右边。想瑞好不好看？刚好顺便录一下。三毛大可以改彩衣看看好不好看？可以啊，换给你啊。电子发票有什么用？今天是不是还拿不到逍遥鸭？拿不到哎、欸，差一点。彩衣在这里，彩衣，蝴蝶姐姐，来看蝴蝶姐姐怎么走路。手机买不知道能不能？好可惜啊、哦，如果它有其他功能就好。要被蜘蛛吃掉了。好啦，那彩衣通关文牒到这边，等一下我会上传影片的实测系列。